癌症治疗、新观念 TDT Tumor Dormancy Therapy 肿瘤休眠疗法，旨在保护病患体内健康细胞状态之余，阻断癌细胞的营养供给，并启动癌细胞的自我凋零机制，久而久之令肿瘤趋于静止、缩小或消失。 TDT 肿瘤休眠疗法是在几乎不让患者造成负担的状态下，让癌细胞处于不繁殖的休眠状态。利川大介医生是逼迫癌细胞自杀、让癌凋零实证录、防止癌症大指导与癌相处三本畅销书作者，于2000年荣获福冈大学医学会大奖。利川大介医生提倡于医疗临床上利用补充替代疗法来帮助患者增加治愈机会。敬请锁定周日晚间6:30国语一台以及9:00无线三台的健康好 Easy， 健康有理 Easy 执行，癌症治疗新观念 TDT 肿瘤休眠疗法。